可是啊，我高度质疑你会放生黄珊珊呢？不会啦。虽然就问你啊，你支不支持黄珊珊到底啦？会。你会吗？你会不会？我希望王议员也支持，坚定支持黄珊珊。我真的确实坚定支持，因为我跟他将近20年同事情谊嘛，我很了解黄珊珊，他有坚韧的个性啊，有深厚的法律素养，非常好的行政经验，更何况他是代表我们整个台北市一位头一位由台北市议员出身来参选首都台北市长，这是我们议会大家共同的光荣。所以我感情上我100%支持黄珊珊。那理智的，但是对理智往往战胜感情呢、啊、哇，这就不理智上我一定要支持我们民进党推出来的，我感情上支持，但是我理智上我必须做选择，但是你不行啊，你感情上理智上你通通要支持黄珊珊不是吗？感情上他跟你这几年帮你做了那么多事，理智上他是你们党你正式公开要支持的市长候选人。这个议员 你应该理智跟感情都要支持黄珊珊，你不可以党意超过民意，你不可以党意超过你的良心，这样不行。柯市长你这个是在反质询呢，议长没有，这是劝告诚挚的呼吁。王议员啊，我们总算有共同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相反，我们都有共同的支持人嘛。